哎呀，憋死了，到手了。哇，这么多！哟，还是个老总啊！哎呦，那么有钱，不知道是不是单身呢？如果啊，把他能追到手的话，我这一辈子就少奋斗几十年了。如果他是不是单身的话，我去他的公司做个老总也可以啊。把妆一卸了，他也认不出来，我找个英雄救美。行，就这么决定。怎么了？我被人抢劫了！哎呀，我大老远的听到你喊了，在哪里抢啊？就在前面那条小路啊！哎，人呢？他从这里跑下去了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那里荒山野岭，估计也跑远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手机、钱，什么都在那个包里面呢。哎呀，美女啊，我家就在前面一点点，要不？到我家去喝碗粥压压惊，然后再想办法，行不行？也行吧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啊，那上车。哎呀，真的是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快点快！小伙子，你人品那么好啊！可以，谢谢你啊！谢谢。这就是你家。对对对。先到我家去喝碗水啊！行啊，我也口渴了。哎，锁门了。老爸，老爸，哎，嘿，回来了，哎，儿子回来，哎，这个是那个女老板过来投资那个桂皮生意的，哦，刚才在路上啊，不小心被人家抢了一个包，抢了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先带过来喝杯水，然后再商量一下怎么处理。哦，行行行，好，咱们进来喝水去，啊，进来吧，我给你倒水喝啊。老板坐。哎呀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在你们后山那里啊，被人打劫了。打劫了？啊、损失什么东西？手机还有钱啊，我的银行卡还有合同的这东西都在里面呢、啊。抓到人了没有？哪里抓得到啊？哎呦，那人没事吧？我人都没有什么。人没事就行了。还是多亏你儿子救了我。啊？他在山上路过那里。把我搭回来的，要不五六公里啊，我都走到都不知道怎么走了、啊。没事，搬了就行。哎，儿子干嘛呢？有点肚子痛，不舒服、啊哎。过来，过来去。刚才这个老板说啊，是你帮了他。那、我先进去。哎呦，哎，进什么？哎，人老板在这里，干嘛肚子？哎，等下休息就不动了。刚才吃那个水果啊，肚子痛。哎，多亏你儿子救了我，要不。我都在荒山野岭里面还打转呢。你这么大个老板不带老公一起来吗？哎呀，又带着钱在身上。我没有老公 啊，我还单身呢、啊。还单身呢、啊？啊，今天我的秘书休息啊、哦、我自己过来看那个桂枝树啊。这样子，爸啊，他单身，我也是单身的。哦，是不？我还想跟你说呢，我儿子啊，还单身，真的也没有工作。哎呀。人品那么好啊，又单身啊！哎，其实我也想找一个，我就是因为工作的问题，把那个婚事耽误了。这样子啊？我看他跟我年纪也相仿，也可以谈了。我人品又好，要不就先交往交往，也可以。对，先交往了先。啊，好。反正我现在也需要一个在身边里面做保镖的。哦、那最合适，我儿子以前做过拳击教练。对呀、啊嗯，我看一下你有多高。哎、啊！哎呀，干嘛呢，儿子啊？哎呀，啊，这是刚刚在外面捡到的。你，哎哎，我的，这是我的包啊！你的？你的？怎么这么巧啊？怪不得你装肚子痛。哎呀，是刚才有点痛。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，儿子啊！你干嘛？这些都是我的，这是我手机啊！怎么证明这个包包是你的？这
这是我的手机，这是我的钱呐、啊。那也没办法证明啊。看到没有，这是我公司。你怎么能拿别的包啊？哎呀，刚才在外面门口那里捡到的。还外面捡到的？我怀疑就是你抢了我的。哎呀，怎么证据说我抢你啊？还有什么证据？人证物证记在那里啊。我刚才就说了是捡到的。还捡到的？我亏我还把你当好人，你养了什么儿子啊？我差点我就上你的当了，上了警察了，过来不是、哎、我要报警。哎哎哎，不要报不要。哎呀，那个老板啊，我刚才在后山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拿有那么多钱，一下子被这个钱蒙蔽了双眼了。对啊，你千万不要报啊。哦，我还是初犯呢、啊、放过我一次好不好啊？你这能改啊？能改。我不是看到你老爸那个年纪份上，我不会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把你抓走。给一次机会我儿子好不好？是啊，你看我老爸也这么老了，我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就放过我们一次。你是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呢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就是正因为这样没工作，我才想到这种方来钱的快。你看钱又没有损失，你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也是教子无方啊。哎，行行行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现在不要报警啊。但是你要发誓。哎，我发誓以后这样。我发誓这样。我发誓我以后不做这种那个坑蒙改变的事情了。不然你就大言不计，想要我给我儿子一次机会行吧。我念到你爸爸那年纪大了，我养个儿子也不容易，我教育呢不到位。那行了，没事了，老人家，这样吧，你们这个后山这个树都是我承包的啊、嗯，我现在也缺人手，你就是有力气吧，应该有力气吧，不洗碗吗？有。到时候你帮我召集几个村民的一些像你这样的没有劳动没有工作的，可以去我那里帮我砍树。可以。反正就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我知道了，知道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大老板。要不在这里吃饭吧？吃饭先吧。不吃了，饭就不吃了。今天也算我找回损失，也没损失什么。哎呀，老爸，幸亏他没有报警啊！报警我这一辈子就玩完了。谁叫你取用不义之财的？以前我怎么教育你的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！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不是。感觉钱来得快嘛。我跟你说吧，好在刚才那个老板啊不跟你计较啊，往后啊要洗心革面，不能再干这种坏事。知道了。他又给了你提供份好工作，往后好好跟别人上班。行，知道没有？好。哎呀，行了啊，那就做饭吃吧。